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。他说发财树叶子黄了，该剪了。宝，发财树呢一定要修剪，而且呢他不喜欢强光暴晒啊，不喜欢强光暴晒。发财树这种适合放到东面、西面或者是北面，不要给它强光暴晒，修剪一下放到室内就行了，好吧？还有点水大哈、啊，还有点缺肥，其他的没什么。下个臭宝说：“老外你好，吉姆蕨叶子背面棕色的是什么东西？”这个应该是它的孢子啊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都这样。很多的蕨类背面都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像虫子一样，其实不是啊，这都是它的孢子。下个臭宝说：“老花叶求助，广州天冷下雨，金钱兜绿油油，现在问题，这就是一个水大缺光通风差，你没有光照没有办法。很多南方的花友都很苦恼，这个常年的梅雨季节啊，常年的阴雨连天、啊，这个就很难办，这个真的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，能做的就是控水。你要下雨阴雨连天要来的话，你就放到室内，避免与那个雨水的直接接触，你时间长了它肯定积水沤根啊，这个没什么高招。他说什么花同时种的，年前这样还这样，看不出来，不能不发个整体吗？离那么近趴上面看啊，这样看是看不出来的。宝，你这个让花友们给你答案吧，评论区里边看着像是那个圆锥绣球，但又不太像，真看不出来。这样看看不出来，又发个整体一点的，你比方叶子背面正面，你光发一张这个没法判断。下个宝，裸根月季忘浇水咋处理？谢谢。没事没事，等两天就好了。没，真没事，真没什么事啊，你发黑了枯了都剪了它就行了。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拿剪刀嘎嘣一剪，好吧，不用怕，没事。下个花友你好，长寿有救吗？长寿没救了，扔了吧。今天的养花问题比较简单，好了，就到这儿了。我老花一，养花最善一，拜了拜了。